完退休的话，就是急性肝炎或急性肝炎。我们所有的药物啊，都经过肝脏在代谢，很多人都是吃来路不明的药，伤了肝。内脏地区，政府都有一个德政哦，免费施打 A 肝疫苗，它就是预防。只要是肩伤都对都有，肝病有三部曲，就肝炎。肝硬化，肝炎、肝硬化，脂肪肝其实在脂肪的摄取上面是要稍微少，要开始减重，减重跟运动的。满载轻松报。